这个要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啊？豆芽吧？不是啊，我在拍照，要先切到豆芽。普通豆芽。啊，怎么开始？我看，我选选4K 而已，4K 开始。这个确定都是这个啊，然后按下去就开始。哦，按下去就开始。好。啊，可以帮我按吗？我没有手，按按按，接按。好，按照。叫停也是按同一颗。那我听得到。我不知道。而且你应该挤在大概这样子就好，这样子低的，不要太低，高一点，随便啦，都可以，这样子嘛，平的嘛，
侧边那个。铺下来，他拿了两个那个橘橘垫啊，他们要开这个雪道了，所以他要帮柱子放橘橘垫，哦，要罩起来。我们刚下缆车的时候有看到他正在拉橘橘垫，结果我们滑完了，他才拖到这里。哦、他们要装橘橘垫了，哦，所以他滑哦，啊、他有拉着，有啊，他拉着线啊，
制大家滑到左边那边、啊、来不及了。好吧，之前没看到原因是因为 GG 店还没铺好，撞上去很不得了，撞上去他们要赔钱了。那其实包了这个撞上去也是不得了，对，也是不得了。只是让我说我们有做、哦、你这个是个人责任，不干他们的事。啊，他们一个垫子一个垫子这样载。现在看起来已经装了四个柱子了。哦，那有两块，所以它的这一块跟下一块。它一次拉两块。对。有趣有趣，有录到中局局电。对哦，那 GoPro 这样有录吗？有啊。它是很小嘛。嗯。我们上次在藏王就录到有，我们起先坐缆车，然后再看到地上有一块雪板，一块一只 ski。然后我就说，嗯，一定是我们前面的掉了一只。嗯。然后接着坐到快下缆车，就看到有一个人用一只脚在滑，而且他滑得很狼狈，他一只脚在蹬蹬蹬，然后就哇，快摔倒了，然后退。因为他也不习惯，哎，可是你是一只在，不行，可以不太行。特别那种教练级的，大概 level 三、level 四的，可以用一只练习，可以。就只穿一只是。但是那个人应该是不大行。哎、欸，这边是蓝的、啊，这一块。对啊，它的中间小块蓝的。已经不错了。对啊。那个住住的那一条叫做 Highway Cross Path。 嗯，对啊，然后我们一直滑的是那一条。那 Exhibition 呢？在更右边有一道。哦，在更右边有一道，你坐缆车会看到。嗯，那里就有图啦。最右边那一道，最左边地图上最左边那一道，最左边那一道。Exhibition。 对啊，完全会压紧，但是下半部会推不过来。哦、我们好像没滑过那一道，它中间有一个一排四五格台、嗯、然后我们从来没滑过那一道。很暖耶、欸、
的。滚动哎、欸！我想说，那么上面的帽子已经下去了，帽子旁边，因为没有扣是不是？有扣啊！你看有扣，太松了吧？对，而且没关系，我喜欢弄翘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扣不下去，因为扣上去三个。嗯，他滚了半座山，客人就在帮你救，一直救，救不到，冲下去帮我拿，好笑。好圆哦，滚走了。很好，那我整个摔啊，嘿，那我摔，因为我本来要停，然后就摔停不住就摔。欸、脖子还好吗？还好啊。现在要放软给他摔。放软给他摔。你把放软给他摔。啊？放软给他摔。戴好，再戴紧一点。我今天都血了，好烦哦。我想说你在挥什么手，然后后来就看他就说有个圆的东西在滚。哎、欸，我现在里面有霜了哎、欸，开车那个玻璃的霜，太冷了。这种坡度，然后练习小转，就是上次讲的换脚八字换边法。脚啊，不是吗？动脚不能扭腰、哦，不然强迫不扭腰的话就叉腰，然后头低低的朝前，然后先压左边，跳脚抬一下，跳腰的。但是我很没力耶。欸、你上半身朝上起。啊、你刚跟他讲的，他还没到这里啊。欸、我们现在的这个他会啊，他就是后脚甩来甩去那样子刹车啊。嗯，对啊，就是老头样。你看我往下滑的阶段非常的陡。你比较实在，我比较虚。
就可以知道是哪一只脚侧滑多。左脚侧滑多的话，你上面积血就多。两边都有啊。两边平常都有，都很满。还好吗？还头晕吗？不会，但有点吓到我的安全帽滚那么远。圆形的东西很圆的、啊。而且还有它嘎狗很亮，有没有？所以才看得到它亮亮在那边转转转。没有，它整个黑的，雪地上就是它黑的。在那里滚，有一个很圆的，它真的有亮亮的这边。而且我一看到是橘色的，我就觉得这个很像。然后没看到你啊，因为你在线下面。但是有他有跟我挥手，想要问我挥手啊。我没有啊，你们都没有看我。当然没有啊，我们还在上面呢、啊。对啊。然后他那个人就把我冲下去，然后他越撩他越滚。其实他不用捞，他最后就停下来了。可惜 GoPro 里面只有一个小点，真是好人，看得到我是光秃秃的头。没有，你那是黑帽子。不然你下次可以戴肉色的。一摔一出去，啊，然后就可以走。就是停下来，然后就是往后仰，然后就整个帽子就不出去了，然后就开始滚。我摔的是还好，因为现在越来越知道怎么摔嘛。我是怕敲到头，我觉得雪板最可怕的是动。他就是先敲到头，然后他才摔出去的。至少他保护你，然后就我身体要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掉了。哦，是起来的时候，对，还好，不是滚到敲到，然后他就飞走了。哦、他说我先走了。是的。怎样？你会冷吗？还好。哎，我觉得坐中间比较好。是哦。为什么？好像我坐旁边觉得比较冷。没错啊。我现在不冷了啊。刚去追球球就不冷了、啊，再丢一次，哎、啊，哎，好远啊，追不到。去追球球，然后就不冷了。好烦、啊，当我狗狗、啊，冲下来就冲冲冲。你那时候冲很快啊，我也冲过去。对啊，来不及啊，他滚的实在太快了，我追不到。超好笑的。装了第几个柱子了？所以他们这个也会绑？我印象中，这个应该不会。中间不绑，这不是正规雪道啊，所以他应该不会绑。刚那是雪道上的柱子啊，所以他会绑啊。这边，这个你撞了就你的错了，你不应该罚。没收雪票。对啊。我觉得滑雪现在对我来讲蛮陌生的、欸，是三年的关系啊。对啊，因为以前就一年一次，其实也是浪的有点久啊。嗯，绑完了、啊，他们都走了，搞不好他会把网子撤掉。有那么好心吗？不知道，但是中间都是草，应该不大行。我觉得他们明后天才会撤，或者是礼拜六正式、啊，他们是明天才开始卖雪票。正式的，不然都出滑。我觉得应该是，因为预报是三天后暴风雪，他现在绑好，然后三天后，那时候来滑的人应该超疯狂的，對啊、超赞。住宿贵很多吧？嗯，我现在还在想要怎么办。如果明年我还要搞机票的话，第一，我觉得真的买一张就够了。对，千算万算，我们应该没办法搞那么久。然后第二件事就是用他的住宿要怎么买的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我明年还会来这边吗？我对雪道的宽度非常满意，真的跟富良野比较过的话，富良野雪道真的不行，太窄了，太窄了，一半宽度而已。啊？大部分雪场我看，应该有三分之二吧，你讲一半太严苛了。没有，大概只有一半。你就试试看，你就试着等一下滑大弯，你有办法从最左边滑到最右边？很远啊，很远、啊，根本就只能直走啊，对啊。不了解是人。他大概可以容许两个人或三个人同一座大弯。
我说刚刚这个学到，至少两或三个人一起做大弯、哦，但是不良也大概只能一到一点五个人做大弯，没那么宽。还是光速的啊？啊？而且我们要一直做 romance chair， 一坐就十分钟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做几分钟？这个很快哦，这个很七八分钟不到，大概我们滑的时间跟做的时间各占一半。对啊，因为它下面太平了。对，它太平那一段也觉得很久很累。是还好。哦，好雾、哦。鞋子来这件事情，这间旅馆还不错。嗯，因为平常应该会推脱一下，他也没推脱，反正一口就答应了，对不对？这个，然后房间也有厕所可以洗澡，你应该很安心。嗯，我觉得我不要求洗外面，我只要自己洗一洗可以。我觉得是那个没有真正脱鞋，那个是假，他并没有放到下巴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根本还是没有扣好，你看我的扣是在扣在下巴上，里面你要把袋子缩短到里面到下巴下面啊，这里。对啊，你的袋子是松的，人家还是会滚走。你的袋子没有拉紧。我们是在外套里面，在下巴上。我都拉到最紧了。那等我一下，我擦一下这边。这里，这里有办法撤降。Sure， 我脚卡住了，我后面不太行哎、欸。啊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有。可以单脚撤下。单脚？不行，我单脚撤你不会动。哎，单脚撤降为什么降不下来？如果单脚降不下来，单脚降不下来的话，你看重心完全是左脚。嗯、然后其实滑行的时候重心要达到这种程度，我可以啊。好，接着换边，反过来啊。对，看另外一边，单脚侧降，对，先平的，先平的，用一样的难度，可以吗？降不到下去就，哎、欸，可以哦，不错。但是那个边钢边不对啊，在内侧，在内侧吗？在内侧吗？内侧啊。好了，走吧。可以啊，这就是刹车的扣，正确的扣是这样。
前半截还是有点看不到啊。前半一点点没录到还是看不到。我、看不到，因为在线下面。那你要录从这里到下面为止吗？这段非常长。我帮你录啊。啊？我帮你录啊。我很丑，我很丑。不会啦。这段上半部稍微懂一点点，接着下半部完全是死的。我说我很丑。调节是一件很难的。我很紧张。有点要飞起来。对啊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你调节是一件很难的。我很紧张。
变大。一下是好的，第二下就开始歪了，倒了一下，对，这样子就是上半身，上半身才对。前一个应该不错吧？这是中午以前的吗？身体有稍微比较前倾的。你的右手有低到快跟膝盖差不多，有很认真。后面稍微在线下面稍微看不到，对啊，还可以吗？还不错啊。这个是什么？你有蹲下的，你有弯腰的。你虽然有在闪，但是一开始你很慢，接下来这边就是差了一下。你找不到我吗？摇了一下。从后面看，摇摇晃晃的走了。摇摇晃晃的走了。但是，其实啊，你看这个雪道超大的，我们大概滑它二分之一那个弯，自然就会慢下来。正中间，因为最右侧那边是开始抖，后来不抖，所以
但是我怀疑他们有没有办法在卡在上面等那么久，让他先坐着、欸、你就在开始变陡那个你准备要下的那个地方等，先坐着啊，他先下去。对啊，不然没办法帮你拍、啊。好，我要跟你挥手。你好的就这样，我会跟你挥手。我们会挥手，挥完手你就开始滑。挥手就是我好，我拿好手机了。好。哎、啊，我们这一趟下去要休息了吗？要休息吗？我是不用。两点。因为我的 GoPro 开始起步了。要查一查。对，我是查的问题，我觉得好像中间那一层，因为就是冷热的那个问题。还有中间。我查不到，它是两层。塑胶片啊，竟然变成慢速，那你去吃鲷鱼烧、啊？对啊，两片鲷鱼烧。啊，那么快？我其实好像还没划两趟而已。好像划两趟啊。点好像这里不行，要到那一个那个位置。对，那你在上面跟他说，然后我下去。
压力很大还是怎么样？不知道，没有他滑，我叫他说中间，因为左边有线会拍不到他，我叫他滑中间，但是他中间他不习惯吧，他觉得不安全吧。然后为什么一直摔？就摔了两次。我跟你。雨雪越超大的，啊、其实还不清楚，上面有淀粉的，雪雾雾的。